我的礼物呢？我给你送礼物，你不给我个礼物？哇，这就是星火宫啊！想当初我们一块进长风学院，你想想，现在墨竹、蓝星都还在那儿苦哈哈的学习呢，你都到星火宫了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我怎么没这本事啊？好好修炼，我在星火宫等你。好兄弟，放心吧，外面的事情都交给我了。雪鹰哥哥，你去了星火宫，不会把我们给忘了吧？当然不会。谢谢你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星球，送给你，下面有你的名字。我很喜欢。什么？我的礼物呢？我给你送礼物，你不给我个礼物？那他们怎么？就要这个了。进入星火宫之后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你也是，好好保重。就这么进去了。嗯，静秋，幽月，你们俩往后打算去哪儿？待战的时候，我又看到了我父母的画面。我准备离开长风学院去龙山楼，一来是想要寻找我父母的踪迹，二来龙山楼知晓天下之事，说不定到了那里，我还能找到魔神会和青铜棺材的位置。我要回长风学院继续修炼。牧阳城和魔族杀了我爹和我弟弟，我要变得更强，才能为他们报仇。那我也回长风学院好了，要是没你在我身边跟我斗嘴，我还怪不习惯呢。